球友提问：反手拨球一直不稳定，问题出在哪？看完这位球友打球的视频呢，脚底下重心还是比较稳定的，但是他打球的时候这个手腕晃动的太多了，在反手击球尤其是发力的时候，手腕一定要固定住，把这个拍型握得更紧一点，这样呢感受一下手腕固定的这个感受。手肘一定要是支柱的，手肘为轴，前臂带动板头去挥动，有一个外展的感觉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位球友的板型过压了，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呢记得调整板型，如果您的板型稍微立起来一点呢，打球的这个撞击就会多一点。